羽球世锦赛，伊瑟农不敌前球后塞纳无缘对决戴资颖二。2018世界羽球锦标赛女单第四种子，泰国名将伊瑟农 ITCHNOKINTANON 遭印度好手塞纳 ICINANEHTAPLUAL 直落二，止步16强，这也代表他无缘碰上世界球后戴资颖。塞纳将在八强战队上西班牙名将马林 CLINVIMAIEN， 虽然身为世界女单第四，伊瑟农生涯对决塞纳处于下风，赛前双方前14次交手伊瑟农只有5胜9败的成绩，今天两人再度交手，伊瑟农首局就以 16.21分输掉，第二局他一度追到19.19分平手，可惜关键时刻连丢二分，最后以19.21分不敌塞纳，遭对手直落二出局。伊瑟农吞下近期两人对战来的4连败。伊瑟农去年世锦赛在八强战止步，今年则是16强就被淘汰出局。